在目前使用上，因为餐具它蛮多种类的，所以在搭配上面都觉得蛮难搭，每次买的时候又不知道说到底应该怎么搭才对。那后来的话，我们就有上 IKEA 的网站，看到那个 IKEA 的一些搭配的状况，就会觉得哇，那个如果我们家可以变成这样子，不知道有多棒。透过一些同色系或者是一些花色来混搭，那发现其实它搭出来效果都还不错。对，另外还有加上一些小配件啊，那小配件放上去之后，其实都还蛮有一些过节的感觉。整个其实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达到这些效果，是觉得蛮满意的。中性色彩打造个人风格，白色碗盘是最容易搭配使用的餐具，利用方盘、圆盘形状的交错使用，在中间点缀强烈的对比色彩，就能展现出个人风格。同色调深浅彩度搭配，挑选喜爱的颜色，在浓淡深浅之间也可以组合出不一样的用餐风格。花色混搭增添变化，运用素色与花色交错混搭，只要注意彼此风格的相容性，就可创造多种餐桌变化。各式配件让气氛加倍，再搭配桌巾、餐垫、餐巾，甚至烛台、花瓶等等的点缀，轻松创造餐桌气氛，餐具搭得好，天天都是大节日。更多餐桌布置灵感，全都在 IKEA。